北京高啦。哦，你去提来，你提来。你有看过人家抓鱼吗？没有啊。前面说照。不怕皮，我没抓到啊。台语叫破道，但我理解，因为他要把鱼兜住，然后从把鱼赶在这里，让它暂存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把它抓上来哈。那所以，我猜那两个国字应该是可以用布兜兜、哦、兜起来，兜起来，对对对，或者是布斗斗、那个日进斗金的那个斗。
金木啊，都讲拜五要抓底了。吓啊！啊，都转红，看你都唔。啊，看阿红哥有去动这里。冰下去以后大概就会红红啊，对 啊然后就莫名其妙死了，就昏倒了，然后在山顶上，因为金布鲁很怕冷啊，哦，利用它的习性，所以这叫做冰地法了，嗯，啊，但是你冰过头，心脏会停止休克，所以我们会控制在就是昏迷状态下，嗯，让它捡那一刀啊，嗯，然后到这边以后它因为水温比较高，它会慢慢醒过来，它醒过来以后就开始流血了，加你两刀，你修海冰啊。我放伫遐啦，无你讲啊，